在加入如新之前，我们两个人我们都是会计师，我们打拼了，在会计业打拼了11年，我们竟然没有越来越轻松的结果，而且我们不觉得我们以后会有越来越轻松的结果。正好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看到如新啊，有我们要的，有我们要找的那种结果。在这8年来，在如新，我们变成一个更正面的人啊，更加懂得感恩的人。当我们在 New Skin 成功过后呢，其实我们的生活的素质呢，真的有很大的提升。它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呢，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。成为四星白金华裔领袖是一种责任，是我们对团队的一种责任，这非常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在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团队，那进入另外一个阶段，进入另外一个高峰，创造更大的成功的时候呢，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四星级白金华裔领袖真的不只是代表我们自己而已，也不只是代表我们的团队，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整个马来西亚。我们感恩所有New Skin所给我们的一切，同时呢，我们也把这样子的思想呢传给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呢，其实New Skin呢，它让我们把整个家庭呢经营得更加完美，更加圆满。